今日咧點解我會喺由斗門屋企出發呢？因為今日我要揸車去南沙會合我啲學生。我嘅目的地咧就係南沙嘅金沙學校。哇！呢個服務區咁好啊，有 Starbucks 嘅喎。上關車行多30分鐘就到南沙。抵達廣州市南沙區金沙學校附近。好咯，入到嚟金沙學校啦。下學期就係嚟呢度上課啦。哦，係啊。呢間學校新開2年嘅咋，新學校嚟噶。全新嘅。廖主任啊，廖主任。廖主任。對對對。不要太吵啊！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很好啊！这里你们三个一起啊？今天晚上？车嘅你有出去食饭？天喜农庄。非常之丰盛。你们哪？排骨鸭、排骨鸡，哇，真系很好吃。非常好吃。一早起嚟，下令营嘅第一天，全部排好队啊！余文琪，爸，陈慕涵，易嘉诚，胡宇乐。现在坐凳子了，三分之二。上过很多课，重复的、不重复的，每一堂课都是人生的必修课。眼睛闪烁着光芒，像是拥有无尽的星辰，引领学生探索知识的宇宙。首先，请允许我代表广州市南沙区金沙学校，向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、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。各位领导、嘉宾、各位学员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有请韩金松校长上台接旗，让我们共同见证这神圣的时刻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改进一下呢？比如说把动力改到下方。大号钢会，钢怎么有钢重力？啊，我而家落去参观啦，睇咗钢盔啊。啊！这一块呢，主要是它是那个，相当于我们那个永久部队。讲笑啊！真系去工地搬砖啊！喺工地啊，我哋头先烧焊咗一碌碌，钢筋就系呢啲柱咯。十里桥啊，都系从对岸起过嚟啊！而家我哋行紧呢条咧，叫蕉门水道，经过紧嘅。而家旁住呢條又會再起多一條啦，咁啊依度要打桩落去，打啲橋墩落去。南沙天后宮。游乐码头，好似好玩。好啦，翻嚟啦。即系而家你哋几多个人？佢同你啦。
好啊，好啊。又出發啦！今日去邊咧？第二日咧，就晏晝咧，就嚟咗廣汽睇汽車喎。两点钟，机会。呢个古筝机械人上次睇过啦。集合，集合。哦，平台冇個架構，我以為老爺車添。呢啲究竟係咩嚟嘅咧？都係啲概念。呢啲全部係概念車嚟嘅喎。嚇、啊，即係概念車嚟喎呢啲。咦，機械人漢堡喎，機械人飲品，機械人漢堡，乜都機械人。全部都係吸片嘅。嗯。掉个女落街，哇，搞掂！去攞，我去攞，你唔有得去喎。老板买更贵，买什么？恐龙啊！就那个，真的有恐龙？就中国龙啊！中国龙在哪？你自己起来看看。对呀。啊？咩啊？那你们给我打印一个。系喎，打印可以啊。搞搞你自己人。行啊，对啊，啲人要拆公公。好，离开广汽，下一站。试瓜。对啊。